哎，是说阿光出道已经两年多了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影片是用来介绍自己耶。哇靠，真假的？但那种东西随便啦、啊。但听说金币奖报名投稿要附上精华影片耶。啊，好麻烦哦。哎，你刚刚说啥？金币奖说要附上影片呢、啊。做影片的理由来啦！Hello， 我是阿光。这么巧，我也是阿光啊！哎、欸、靠，我也是阿光哎、欸！啊，你也是阿光哦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也是阿光。傻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阿超麦克里光头，是个出道两年多的个人式 VTuber。有些朋友叫我光哥，你也可以叫我阿光。我是一位因为受够了社畜生活，所以毅然决然辞掉工作，在 YouTube 开了一家酒吧的酒吧老板。但开了酒吧才发现我负债累累，因此兼职当起了 VTuber， 成为了比社畜还惨的身份。我的靠腰。然而，关于我的身份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件秘密。是说很常看我直播的人，应该很常看到我有使用时间宝石的桥段吧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因为这段影片是我频道已经上传过的 PV， 我怕评审觉得我在水时间、哦、所以我们等等用两倍速观看，谢谢。不管是预测未来还是观测过去，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很瞎，但你有想过吗？我们 VTuber 何尝不是一种时间旅人呢？不管是活了几百几千年的角色出现在你面前，又或是直播好几年的 VTuber 永远不会变老，我们的岁数永远停留在我们出道的那一刻。那你说，其实我是时间旅人，你不是导演呢？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时间能倒转，我会想要回去哪里呢？如果出背景有好好准备的话，或许现在的我会不一样，又或是回到出背景的生活，我想着想着，知道。我很开心，就是我很久没有跟俄罗斯人交流了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俄文这样子，他就很压抑我为什么。我刚是讲了不该讲的话，就在这个我即将要迎接 2.0， 我终于要分享我真实的身份了嘛。元姐剩这18分钟了，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些愚人节的。这个我刚毕之前，我的月收入大概600多万呐、啊。然后这个大概好几年前，我曾经担任这个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这个特务。对，这是我不曾跟你们讲过的这个故事哦。总之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我使用了时间宝石的力量，穿越了时间，将过去和现在结合，并揭露了自己过去身兼时间旅人的俄罗斯特务身份。这说哪里可以证明我是时间旅人呢？嘿，对，我的手表是坏的。相信到这边，你们已经对阿光有初步的认识了。重点来了，那阿光平常的直播在干嘛呢？有杂谈直播。光哥是艺人吗？对，我是艺人。你觉得我看起来有女朋友吗？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游戏直播，还有企划访谈。最后一次的这个节目，你应该要来唱个色情版的《恭喜发财》。你不要，你刚刚在开台的时候在唱的东西，现在拿过来，我是要你唱，不是我唱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有，我要你唱，我要你唱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还有歌唱直播。切切切切欧派，播音播音。切切切切欧派，播音播音。零二摇。cosplay。念经，观自在菩萨，其在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在见无意间空度一切苦厄，色即是色，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当女仆。moi moi q。发射破坏死光。喝东泉辣椒酱，身为一个台中人，这是一定要的吧？说东泉啥时候来瞪住我啊？最重要的是，我每个月都会分析自己的频道数据，检讨并想出更多的可能性。七月份观众男女比哦，没有，我先说我没有很在意啦。我们七月份的观众男女比是啊，切！到这边，你应该已经深入了解阿光了，亦或是更不知道这个光头在干嘛。但如果你有更多疑问的话，我想在最后跟你说，想要看我的直播吗？想要的话就给你好了，去找吧，我把两年多的创作都放在那里了。